大班楼是世界五十大最佳餐厅唯一的香港代表，今年重夺米芝莲一星，所演绎的不单止是传统手艺，当中吸引一众评审正正是老板叶一南对菜式的独特见解。他很清晰知道他不是去纯粹演习他的传统，可能他的传统之中他去抽取他觉得有趣的他才去做，这个是变相那个餐厅就有个人风格了，香港来讲是只有他一间。他是不甘于现状的，还有因为他真的去外国吃的地方很多，所以他有很多新的冲击，他真的是顽皮，看到他有传统粤菜的功架，但他又用了一个心思用另外一个方式是去来做出来，所以呢大班楼的菜单呢，你在外面70%呢的人是做不到出来的。我觉得中菜呢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几千篇一律，所以我们开大班楼的时候已经想我们做我们的味道的中菜行不行。他大学澳洲留学的时候对饮食产生兴趣，1997年回到香港开互联网公司，上市之后在2008年将公司卖出，再开大班楼。我们有个 luxury 就是我们不需要太过介怀那个生意，那我们就用一些奢侈的方法做我们的菜，找到最好的原料。我们呢是有个 full time 的 employee， 做一个人呢这十年是每朝在6点几呢在香港仔那里揀鱼的和揀蟹的，所以我们呢就找个渔民阿十的货来了揀，所以我们的蟹是即十只揀一只的。我们派个人去树记买腐皮，雪肌不送的嘛，你知道他12点就卖了所有腐皮的嘛。那我们呢就隔日呢就是雪肌排队排了3年队。腐皮呢只是我们一个餐里面一个 element， 啲人要真的懂得欣赏，觉得哇这个腐皮不是那些咬不烂的腐皮，那他才肯给那个钱，是不是？开了3个月后到现在，我们幸运地每一晚我们都是爆的。那我们就发知道呢是咦，原来即是有这阵人呢是想吃这些东西的。佢唔獨特，你唔會記得嘅。咁我哋就喺沿住呢條線去 create 我哋嗰個中菜例牌。其中一樣，我舉一個例子啊，就係常湯。當你用得咁濫嘅時候，佢咪扁平咧？我哋坐低第一年做一樣嘢，已經令到廚師好唔中意，冇常湯，人都癲，冇常湯，我點煮啊？佢個 training 30年都係上湯㗎啦，哇！我話俾你聽，即係嗰種艱苦咯。我哋未轉過廚師啊，強哥即係大隻強啦，我哋叫下。佢已經好後生㗎啦，10年前佢30几歲嘅啫。咁啊 ，challenge 做咩頭嗰3年咧？點令我啲廚師明咧？其實我哋任何一個餸咧，都唔係佢哋煮緊嗰種方法煮嘅。跟住反正喺出邊街都有。咁我就喺度諗，我點樣令嗰個蟹更加海鮮咧，更加鮮咧咁樣。咁我哋諗咗好多方法，我哋 experiment 好多方法。結果最後咧係蒸咗啲蜆，將啲蜆咧蒸咗啲汁，放咗落嗰個汁度。咁你蜆加蟹，你咪好海鮮味，好夠咯。咁呢啲咪唔係佢哋即係諗過嘅方法咯。我哋有8种油，做一个餐，我哋就要谂嗰个餐应该用咩嘢去令嗰个餐更加 focus 咯。个鱿鱼油嚟整冻嗰个吊桶咧，咁我哋用个冻卤水去整。其实我哋扫咗个鱿鱼嘅油喺度，咪令嗰个鱿鱼嘅餐更加鱿鱼咯。呢个咪就系你睇唔到嘅功夫咯。4、5年后开始即系明白晒做啲咩啦。咁个 challenge 就系我哋点样再特别啲咧？冇 recipe 噶啦，我哋係完全我哋凌空坐喺度，用中國嘅方法去諗一個全新嘅餸出嚟啦。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嘅 challenge。譬如我講，我哋最近出嗰個鵝啦，那個鵝係未出現過嘅。我哋咧就蒸曬啲雞腳啊、鴨嗰啲骨啊，蒸咗個 stock， 即係家禽嘅汁，攞去咧就醃咗個鵝2日。咁咧就將個鵝咧慢火蒸咗8个钟，即係蒸緊一半嘅油出嚟。跟住我哋咧就揾兩隻樟木去分，樟木我喺潮州買嘅。咁但係你話呢啲嘢唔係中菜咩？睇落就似一碗微不足道嘅白粥，但就做出自己嘅味道，更加被食家称为系全港最好味嘅白粥。大家知唔知烤白果系一个几辛苦嘅事？你5粒系坏2粒，第1白果成日坏嘅，跟住你剥皮，剥完皮你笃个心。我哋每日晏昼净系为咗白果咧，就几个厨师喎 ，proper 嘅 certified chef 系就喺度笃紧白果个心咯。而白果只系喺我哋嘅成个餐牌里面嘅白粥里边嗰几粒嘢。即係經咗10年之後，先有人問俾你：喂，其實你哋坐喺度篤白果，我哋明噶。喂，呢個好感動噶喎！如果我哋係有個 world 嘅 recognition 咧，會好安慰咯。30出頭嘅鄧家豪，年紀輕輕已經登上酒店總廚。
要在厨师这个职业上打响名堂，除了要有非凡的坚韧力之外，最重要就是学识谦虚。当时他的师傅陶国检就帮他改了个花名叫做骄傲仔，还跟他说，如果有客人问你，啊，师傅你煮的得奖菜真的好吃，你懂不懂炒干炒牛河？如果你答我不懂，那你就是一个不全面的厨师咯。后来他去了利苑做镬厨，当时的主厨还骂他连食都不懂得食，又怎会学懂得煮，还逼他一个午市连食四碟自己煮坏了的粉面。于是他努力恶补，其他厨师做事九个钟，他就做十二个钟，正常人要用两三年，他只是用了半年就由六镬升为二镬。邓师傅的名菜之选，红梅子脆黑豚肉和陈皮鸡汤浸鲜鲍鱼，每款都令人回味无穷。而当中的金池肉枕更加是拿手之作，用鸡蛋代替生粉打芡，带出蟹肉原本的鲜味。甜品更加用上日本的食材，中式的煮法，微甜不漏，口感香脆。做了先，不要想，这个是重要的。是的，李小龙也有说一句话的， Don't think, feel, 就这么简单。My name is Matt. In the last 20 years, that's happened to me many, many times. Like, you can't cook Japanese food, you're not Japanese. I'm like, well, my advantage was that I'm not Japanese. I can take all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are important. Matt 选取鸡肉食材就非常之严谨，用上本地够多油的三黄鸡，每只重量要达到 1.8 公斤。咁挑剔的原因，全因为希望保持餐厅出品的质素。有不少鸡的特别部位亦成为 Yakberg 的得奖原因。由于用炭烧的厨房需要特别申请，加上餐厅用上高达800度的长炭，令到串烧特别多汁。记得订阅果子啦，还要按个钟仔添啊。